我不看书很久了，前段时间有人批评说我和马化腾没文化，很少看书，跑进办公室里面在书架上都没书，办公室里书架放很多书是自己看的吗？那是给别人看，觉得很有学问的样子。谁会在办公室里放书？我一进办公室看人家放很多书的人，我基本就知道十个里面八个是骗子。来，现在举手调查，谁的办公桌后面有一整排书的，请举手。并且看的人，来，你给我讲讲看的人哈。您身旁的两位，我说十个里面八个，还好有两个。哎呦，这两个例外啊，这两个例外。青年时代就读过《西游记》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《左丘明》《左传》《我的故乡》《纳楚科道尔基》《基坛佳丽》《园丁集》《飞鸟集》《新月集》《泰戈尔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老子》《孔子》《墨子》《孟子》《庄子》《伏尔泰》《孟德斯鸠》《狄德罗》《卢梭》《圣西门》《蒙田》《傅立叶》《拉芬丹》《萨特》《斯坦达》《莫里埃》《大仲马》《雨果》《巴尔扎克》《弗罗拜》《乔治桑》莫泊桑、小仲马、冉阿让、罗兰·罗兰、杨脂球、卡西莫多、席勒、歌德、海涅、莱布尼兹、黑格尔、康德、费尔巴哈、马克思、海德格尔、马尔库塞。我还读过托马斯·潘《联邦党人文集》《常识》《梭罗》《惠特曼》《马克·吐温》《杰克·伦敦》《海明威》《老人与海》《简·奥斯丁》《华兹》《法斯》《狄更斯》《猫》《福尔摩斯》《卡尔·马克思》《弗里德利希·恩格斯》《拜伦》《雪莱》《肖伯纳》《培根》《克伦威尔》《约翰·洛克》《托马斯·莫尔》《亚当·斯密》《李约瑟》《阿诺德》《汤因比》《双城记》《雾都孤儿》《简·爱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《汤显祖》《牡丹亭》《南柯记》《紫钗记》《邯郸记》《莎士比亚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仲夏夜之梦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第十二夜》《里尔王》《奥赛罗》《麦克白斯》。谢谢大家。不显得有文凭吗？清官易道，通商宽易。你一句，哎呀，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。你这病病，哎呀呐！算了，哎呀，拉倒吧，拉倒吧。你这当朝大学士，统公游为，朕不得不罢免四位；六部尚书，朕不得不罢免三位。看看这七个人吧，哪个不是两鬓斑白？他们烂了，朕心要碎了。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朕是痛心疾首。朕有罪于国家，愧对祖宗，愧对天地，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。还有你们，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，你们就那么干净吗？朕知道你们有的人比这七个人更腐败，朕劝你们一句，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，洗一洗，知道知道。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，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面，而是在朝廷，就是在这乾清宫。咱们这儿烂一点儿，大秦国就烂一片。你们要是全烂了，大秦各地就会揭竿而起，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。想想吧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呢？忘了，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面，天天的盯着你们呢。想来想去，只有四个字。
这四个字说说容易呀、啊、身体力行又何其难。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，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，我不换肩的，我不换肩的。